吉安乡宜昌村晚间在宜昌国民小学活动中心举办了2024宜昌重阳节一起为宜昌加油环保感恩音乐会。那么除了有社区社团精彩的歌舞表演，现场还有趣味体验活动，全村老少团结一心，提振了宜昌村在地震后的士气。天真圣公乐分享快乐乐团所带来的国乐演奏，为宜昌村这一场重阳节一起为宜昌加油环保感恩音乐会揭开序幕后。荣获全国冠军的宜昌国小及鼓乐队，震撼人心的鼓声也激励乡亲民众不被0403地震击垮，携手努力重建家园。吉安乡宜昌村有鉴于花莲天灾地变，尤其0403地震重创，百业萧条不说，就连民众的心情也跟着消沉。特别借由重阳佳节的到来，以为宜昌村加油为活动主题，特别在宜昌国小办理环保感恩音乐会，地方各界嘉宾也到场，一起来为宜昌村加油。其中会的县长、立法员，还有我们的议员跟代表支持。所以我们今年哦，2003和2004，我们宜昌村一个小小村，居然有3亿的补助款。不仅如此，这场音乐会包括了银发夫妻站、达斯岸部落发展协会、花莲反哲来狮子会、库马嗨乐队、Kiss 舞团与捷安舞蹈班等地方社区部落协会社团。不分老少，不分族群，大家用自己的方式一起来为花莲加油。记者吕明佑，吉安乡采访报道。